我可以走下面吗？你小心，你小心，你不走下面。我愉悦的。我这个姿势是不是很丑？你知道我看起来像一个畸形的。畸形的诞生。上班后整天都在电脑前一动也不动，回家就当沙发马铃薯。你的体脂肪还好吗？我们今天就要代替葡萄王易德先来看看安安跟同事们有没有好好的维持好。一大早进公司就要先经过标准姿态大挑战，按照标准来打造的哦。如果没有办法通过，那就表示你过得太放肆啦。我们今天还有邀请到一位讲话很猖獗也很中肯的嗨咖来担任同事们的抗阻教官。早安、啊，早安，今天要干嘛？是不是刚睡醒？对啊，我们今天要干嘛？拍街坊？不是，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挑战。啊？要挑战什么？挑战？等等，先不是要拍街坊，是要拍挑战。我们今天要拍挑战呢、啊？啊，所以只有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摄影师也知道今天要拍挑战。我们昨天不是有赖你说你要穿紧身一点？对，难怪我就想说为什么拍街坊有什么好要穿紧身一点，然后还硬要叫我露肚子出来。没错，你有看到你眼前的红线吗？哦吼，今天要检视你的姿态。这是我现在打卡已经剩五分钟了，快跑快跑，放下你的包包。好，我现在要立刻试试。安加油，你剩五分钟了。我知道，我刚才提醒我。这个红线我们有参考你的身形。我不觉得有，哎，我碰到了，啊，这是我的脚啊！啊，头过身就过，不是这，哇，好累哦！这是人形立牌，嗯，然后规则就是你要穿过这人形立牌，不能碰到边边的。他们有些动作，你要按照这些动作，然后穿过去。我是觉得这是腰是不是有一点夸张？没有，这真的是按照你的身材去定做。屁的，我就按以前的丑丑照片去定做。啊，是，我碰到了，我是不是碰到了？你看我的手，我的手。啊！小心头发，小心头发。我已经很努力了。小心哦！我就全身都碰到了，这太难了啦！我决定要放弃自我。给你冠一德先哦，我挑战失败还有奖品，请你回去好好维持的姿态啊。哦，它不是奖品的概念，挑战失败。等一下，挑战失败要干嘛？要画头。啊，刚刚没有讲哎，不是，我是觉得你们那个有，如果你的姿态够好的话，我相信你是可以过的。好、哦，请你加油。那我就回去吃一德先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控制教官，嗨嗨咖，嘿、hey, 你好。我们同事说今天本来跟你说是要做街坊， 但其实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挑战。你跟我一样，恭喜一样被整了。就是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姿态挑战，我是要邀请你一起来当这个抗体教官，就是我们一起要对抗体，我一定要对抗体脂肪吗？毕竟是这么纤细的一个人啊，我是有点看不出来耶。你感觉你需要对抗体脂肪？屁啦！你要当教官前，你要先通过我们的挑战，好，你是有资格当教官。你觉得你有自信过得了吗？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自信。我看这个，我衣服，我是劝你要不要扎起来。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总之我就要通过这个题。对，来、啊，哎，你准备好了？好，准备好了。哎、我这样子，好适合，我这样子好看，好适合，我这样有抗体教官的感觉。你哎，但是破坏道具要赔五万。我五万，这东西是偷的，五百块不值。我觉得这个东西轻而易举。我想待会碰到哈，我就直接不领钱。那我如果没碰到，你倒赔我五万块，你敢吗？我不要。你干嘛？我不要。这是我窝囊的状态吗？对。哎呀，不知道我可以走下面吧？我可以走下面吧？你小心，你小心，你小心，对，不走下面，只是你会看起来很没尊严而已。可以。你小心头，小心头，小心头。哎、欸，天哪，这个其实蛮难的。我就跟你说，不是那么简单。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姿势？你干嘛退、啊？恭喜恭喜恭喜！完成了，各位，我现在成为抗阻教官了吗？还没有，还没吗？对，还没吗？为什么？凭什么？抗阻教官前面有这么好领？好，可以。我们还有第二个关卡，那就是人形立牌的。可以，我准备好了。你不要这么兴奋，我准备。我没有看到。看嘛，普通的教官一丁点都不可以碰到。可以。你碰到，
那我可以整理一下我服装仪容吗？我现在已经不确定到底是哪一种风格了。我是要来控制所有人的体脂的。OK， 我把你们所有人都好好管制一番。好，那你觉得我看起来目前体脂是 OK 的？你现在体脂感觉有78左右。屁呀，你才87。Come on， 衣服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不可能有人这样偷作弊耶。可以可以可以。哎、欸，我觉得是这个帽子在搞哎。可以把帽子脱下来。帽子在搞。其实这个立板不是让你这样玩的，你姿势都没有做准确。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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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这样，够低要够低。你的肚子要小心哦。我这个姿势是不是很丑？你们知道我看起来像一个畸形的。来了来了，异形的诞生。哎，可以。这个是什么姿势啊？这个是这样吗？你就这样，对对对，你就这样过。你要蹲低一点，不然你的身高一定会撞到。哎，我觉得可以耶，你最后一个成功了。给我个抬头，给我个抬头，胖子教官，胖子教官。虽然我觉得刚刚有一点点，但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168的身高。啊，对，毕竟我是198公分的一个身材，这个还是要颁奖给你啊。这个是两罐葡萄王立德先，没错，就是让 我可以有20罐吗？不行，可以啊，今天结束就可以了。你是教官，教官你要好好维持你的体质，没问题，没问题，你就要靠这个立德先回去。好，可以。哎、欸，我觉得他真的要好好注意，他那个差一点的不行，因为他这个很多是很细微的角角的，没错，你要维持好一个完美的一个像我这样的姿态，而且你的手太粗也不行，对，腰太粗也不行，屁股太粗也不行，对，而且那个动作都要控制好，啊，头太大也不行，对啊，长太帅也不行。因为你这个抗脂帅哥教官，等一下好好的督促一下我们的同事，必须的，一碰到就打，对，就打屁股吗？早安，哎呦，小明哥，干嘛？好可怕！我跟你说，我自己也会被吓到。我说，你现在有一个任务，我们今天请的嗨卡来当我答对。我是体脂教官，没错，他是对抗体脂肪的教官，没错。我们今天有一个姿态挑战，但要让你通过红线，太浮夸了。Do it, just do it。啊，我迟到了怎么办？你要付我？我不管啊，跟我没关系，迟到是你的问题啊。跟体脂教官有关系吗？我会在那边好好的盯住他。没错。那我们一样惩罚也是打屁股吗？注意啊，注意啊。哦，好。就把你的皮带，耶，他头上。惩罚。对不起，你的头痛。对不起，你的头痛。整个吞掉了，怎么办？赶快回想，是他碰到的。教官，都要注意，差一点都不行了。哎呦，哎，你有发现他都注意去声音？对，就是现在上班族都是这种叫声的。注意哦，要注意，注意，注意哦，注意哦，注意哦。他专挑难的过。哇！为什么？头发，这是头发。你少那边废话一堆啊！快点，头过身就过。是的。哎呦，我一定要小心哦，小心哦。好高哦。这个可以吧？哎，可以，恭喜成功。不，送你两罐葡萄王立德先。好嘞。你必须像我一样维持最好的姿势。没错。准备好维持了吗？他好怪，觉得刚刚那个其实蛮难的，而且你要一直缩小，对对，就是很难啊，一度想要放弃，没错，但终究是走到了最后，太励志的故事了吧，我的天哪！最近好像就是我自己就饮食控制蛮困难的，而且运动时间也变很少，我那个建工的年费都有缴哦，但我这个月去不到一次，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运动时间，饮食控制还是，可是我真的很难做这件事情哎，我就是没有吃好吃的，我就不开心，就是想吃到我就是要。要吃，你要注意啊！你要好好保持你的姿态啊！饮控跟运动，我们都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对，我加班的时候多吃一点，他补我的运动时数。教官会盯着你的。好，谢谢教官。我会跟踪你哦。
站住！一大早迎接教官了，没错。你也不行，不行，不行，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们一大早迎接你的就是皮鞭的部分，对，我们要鞭翅。哇，你这个不容易耶，你要好好处理一下啦，好好抗旨一下的。我跟你说，我今天就准备了一个红外线挑战，这个不是在特别针对你的，是吧？真的不是。哇，他感觉过去后那个线会全部断光光了。哎，有些线也太短了。好了，我身体很灵活。100%。快，这看起来就是过不去啊。哎，还有在努力，还有在努力。哎呦，简单简单。哦，可以这样，这个还算相对比较简单的喽。等一下，你看他的屁股，可以屁股，我屁股注意了，没有吧？没有。再过来就打喽，再过来就打喽。哎、欸，这个不可能吧？这太难了吧？等一下，我觉得你头朝下这样应该有个机会，有点机会。等一下，然后你顺势做倒立的一个姿势，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了。你太逼人了，教官！不可能，那太难了，怎么可能有人过啊？你是针对我吧？来，我跟你讲，真的，我懂，真的倒立，然后透过慢出来，我愉悦的。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天哪，你把它全毁了！哎，全毁道具，这个真的太难了吧？是他的姿态有问题。确实，他整个姿态，甚至他态度都有问题。他跟这样子教官讲话的态度都是有问题。你看他上面还跟你叫嚣，你能管住嘴巴吗？他不行、啊，我真的不行。管住你的嘴吗？我真的不行。我觉得阿宽真的是没办法，他可能屁股在上面还有机会啊。对对对，你就这样倒立，你就这样。没有，我跟你讲，这真的比较简单。刚刚那个你有些，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哎、欸，没过第一下的力道是怎样？什么意思？跟你讲，我超快全破他。哇，哎、欸，这有过应该就可以吧？赶快过来揍啊！你看啊，他超卡的，他超卡的。天哪，他又损坏道具，不是太窄了吧？够了够了够了，你要不要整个干脆搬走啊，同学？等一下，你要扶好啊，他没有扶好，哇，他没有扶好，他过来那些旁边那个可怜工读生。好啦，天哪，我这个真的很，说实话，我真的来了，各位。等一下，这根本不符合我的那个吧？头型呐！等一下，我的脸，等一下，太大的问题。来喽，准备好了吗？有，可以，刚好过了，耶、yeah! ！他既然觉得他过了、欸，问号哎、欸，这个人恬不知耻哎、欸。阿宽，你一看就是很明显的失败者。我过了，不是吗？失败 ，loser， 你只能获得一罐普通益德鲜。我还给你奖品呢、欸！哇、哦，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觉得你的状态太差了。很不幸，我们还是要给你一个口红涂脸。你会想要什么样的痣呢？帅哥，恬不知耻哎、欸！来可，为什么也是中文写的？还有个心在这里吗？可耻，可耻，真的很忙哦，没时间运动啊，又要吃东西。来，安静，说我给我安静点。我今天。直接送你10罐，这么大的方法，我他一得钱，我直接送他10罐。虽然他失败了，但他我觉得是最需要的。我现在这样好像赚很多哎。嗨康，你今天担任我们抗职教官，你有觉得上班族很可怜？哎、欸，我觉得你们压力很大哎、欸，是不是？而且你们好像每个人都只能靠吃一大堆东西来排解这个压力。上班就是这样，你知道我。进办公室，进公司以来，我已经走中超多，绝对有超过这样，完全看得出来哎，看得出来。那我吗？哎、欸，你们以为臭 YouTuber、臭网红很好当是不是？对，你们我们也是整天在那边剪接啊，然后整天你看那种机器在拍，每个拍起来棒拍得很胖，我实际上多瘦你知道吗？很窄到一个不行，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像是上班族，很多什么爸爸妈妈。很多大老板也是啊，对，每天在那边工作压力都很大的，对，然后交际应酬，然后吃那种超高油脂。其实我觉得所有现代人都这样子，大家都是很少在动，然后一直在吃，对，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形态就已经变成这样子，而且我们现在要吃东西，通常都是那种高糖、对，低纤维。什么低糖高纤维那种东西太难了吧？欸、实际上很难办到，就是要吃葡萄王益德鲜。哎、欸，那葡萄王益德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因为它里面含有葡萄王独家专利的益生菌 GKM3，GKM3 它可以吸附油脂，
然后不让脂肪容易形成，它是经过国家认证，有实质的科学验证说它8周就有效，8周两个月就有效了，没错，8周就有效。哇，那很厉害。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购买葡萄王的话，我们在 YouTube 的资讯栏有放他们的官网购买，对，直接手刀买起来。想要对付体脂肪的人就去买，就买起来。对，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哈，希望我们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要喜欢吗？拜拜。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